马来西亚的金马伦高原是一个迷人的高山圣地，以其凉爽宜人的气候和壮丽的自然景观而闻名。这里的气温往往比沿海地区低几度，成为人们逃离炎热气候的理想目的地。金马伦高原拥有茂密的茶园、花园和壮丽的瀑布，您可以在这里进行徒步旅行、自行车骑行和野餐。而最著名的景点之一是卡梅伦茶园，您可以品尝新鲜的高山茶，同时欣赏茶园的美丽景色。此外，您还可以参观蝴蝶农场、草莓园和蔬菜农场，亲身体验农场生活的乐趣。对于喜欢冒险的旅客，金马伦高原还提供丛林徒步、马术和高尔夫球等户外活动。您可以探索热带雨林，观赏珍稀的野生动植物，或在绿草如茵的高尔夫球场上挥杆畅想。无论您是寻找清凉避暑的休闲度假，还是追求自然探险的刺激，金马伦高原都能满足您的期待。来到金马伦高原，您将沉浸在宁静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中，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。